们儿，好看吗？不是哥们儿，我开这个看也就看了，你骑个破电动风吹日晒的，这样的跟有啥关系？不是哥们儿，我感觉这玩意儿在于情商，跟坐骑它没啥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你等他过来的，哥让你看看什么叫超能力哦。美女，去哪儿哥送你呗？行啊。小姨，你不知道他刚才说我跟我整些没有用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小姨，小姨，你听我的，这么的，来，你坐，美女坐这儿。美女喜不喜欢哥的电动车？喜欢呀。喜欢呀。那哥这电动车可不能白坐啊，哥这耗电的。那我请你吃饭吧。光吃饭啊？那再喝点酒了。啊，喝点酒啊。喝完酒然后呢？一起回家呗。懂事啊，美女。哥们儿，没啥事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哥们儿，等会儿，教教我呗。哥们儿还不明白吗？这是能力，不是超能力。我喜欢电脑。